يا بنت بلدنا يا مجننا العقلي ما فيش كده في الدنيا جبت الجمال ده منين حلوة يا بنت بلدنا يا مجننا العقلي ما فيش كده في الدنيا بس لا تبص بعين ون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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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ولا تعمل ودع فيك ولا تعمل ودع فيك رقصني يا جدل واو ها 好棒 这个全场啊跳的最好的自然是我们的求职者张丽丽 全场跳的第二好的，你们猜是谁？叶院长。叶院长。对，我们都发现了。对，我觉得这个特受邀。这个，这医生随时都不忘了本行。就是我曾经冒昧的去尝试了一下肚皮舞的，就他那肚皮舞跳呢，就是那个臀垫臀那个频率，一分钟比你的至少要快到5倍，而且他那每一个动作带出来的韵味儿。 就是非常的有那个，就是阿拉伯那种风情，坦率的说，我在你的身上，但我没有感受到。但是丽丽，我看完你这个舞蹈，我总结一句话，就跟职场有关的啊。我觉得不管是职场还是跳舞，那种投入的做一件事情，都会给人一种美感。谢老师，而且他在整个的表演当中，他的面部表情是非常的漂亮，挺好。我觉得他现在说话的时候是一种风格，就是很甜美。 然后他跳舞的时候，全情投入，突然是一种火辣的感觉，是吧？对，我觉得充满了力量。我倒是不太认同，我跟你群很像，我就很喜欢你的甜美的状态，但要从肚皮舞本身的专业上来，我觉得跟我还是挺大的反差，反差就在于音乐和那个你的表现力和那个情景当中的东西，我觉得没有办法让我觉得是融在一起。而且我也觉得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虽然很有感染力。 就看起来很有充满活力哈，但我感觉就是在如果是作为老师来讲的话，比如说我要不要向你学习，你的课程我会不为此买单，我可能就会犹豫一下。我想说一下，因为大家很多人都不太去了解这个东方舞嘛，然后我想介绍一下刚才我跳的是属于 ballet 的风格，它是属于埃及的民俗，可能有很多人认知东方舞就像咱们说的肚皮舞啊，它可能就是像老师说的，像我们在做臀部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它快就是好了，其实。 这个要分很多的风格，因为不同的技巧，它在不同的风格的展现的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群姐，我觉得她刚才说的那个，你还是要虚心接受，就是说你对这个肚皮舞的欣赏水平，还停留在屁股抖动的频率上，那是不对的。那个是一个能力，你是否能达到那个？人家这段舞蹈不需要那个表现，不需要对。不是，你看男女的差异哈。 丽丽，那个，既然你今天是来求职的，对吧？我想问你，就是你未来的5年规划，你是想以舞蹈为主呢，还是有可能去转做别的？就是比方说是打个比方，让我去做前台，可能我就会觉着这个工作不适合我，因为我想要每天很努力的去想我该每天去做什么，并且我想要去完成什么能够达到就是说我自己很开心，我完成了这一件事情，但并不是说是我每天如果做前台的话，我就是当会儿做，然后呢鞠个躬。 然后说你好，那你还回答我的问题就行了，就是未来5年规划是专心做舞蹈，还是有可能做别的，还是专心做舞蹈？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现在还没有职业规划，就是我现在如果说我让我现在马上回答，我肯定是继续做舞蹈。但是只是说是我觉得选择面前的话，你只有发现了之后，你才会有规划，因为你都没见过，你还哪来的规划呀？ 可是你才20多岁，你有无限的可能，在30之内都无限的可能。所以叶院长问你，这五年之内，你有没有无限的可能，其他的方向的发展，也给下面的企业家有更多的选择你的机会。机会，对。实际上，他对职场是一个小白，但是我们不能够去对这样的选手用一个双一流大学生来要求，我觉得这样对选手是不公平的。来，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张丽丽的职场情商课。
你的部门领导总是让你在下班后或周末去给他的孩子补课，你感觉所有的时间都被他占用了，你会怎么做？我会跟老板说，很直接地告诉他，我来到这个公司是想要能够更好地和你一起工作，并且完成我手里面的我应该做的每一件事情。他的回答是极其诚实的，但你这种诚实情商包装的时候，对对方其实也有一些伤害。为什么你的领导一定要让你去补课？或许他觉得，哎，他私下里跟你是亲近的，或者说你能够帮上他或者怎样。但我觉得那么直接的回答让我感觉有一种特别撕裂的感觉。如果你这么直给的话，对方可能连话都接不下去了，就那个时候大家的尴尬可能那个时候空气都已经凝固了。没有，我觉得他回答得很好啊。职场是有边界的，第二他的边界就在于我的职责工作，把我交代的所有职责类的工作我完成了，谢谢你，你家里的工作是你的事情，我不要把家和公司放在一起，我觉得你做得很棒。我觉得郭楠说的应该更接近于职场的真实情况，因为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们局长就让我给他儿子补课，我当时还是很我有点很受赏识的感觉，知道吧？我觉得他对我是一种很亲近的，但是后来搞得太多了，我就是以我要去谈女朋友婉拒的，所以你说的确实是这样，不能一下硬杠下来，显得很生硬。我先说一下，就刚才为什么我很就是直接的表达我自己的想法，因为他说的是总让下班去补课，他不是说偶尔，如果是偶尔的话我肯定会去，如果是总的话就一定要想一个直接的告诉他我的想法，因为我要去完成我的工作，如果要是为了给孩子补课影响了说我的工作没有完成，我觉着我在职场上更应该完成的是我的本职的工作，并不是给他家孩子补课。其实我觉得是这样，我们给你的刚才的边界感是给你点赞的，但你要理解一下这个大叔大婶们他们的心情，他们都是职场过来人，他们经历过真实的职场情况，他们把职场想把职场真实通过自己的案例来告诉你，希望你以后在处理类似情况的时候，你不仅有边界感，还能够处理得更好。谢谢老师。其实我们很难做到职场和生活完全切割，包括我在内，在座的十二位企业家和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谁敢保证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完全不搭边呢？很难。有的时候职场之所以有奥妙，职场之所以难处理，它难就难在生活和工作有的时候是互相交织的。对于各位老师给我的建议，我一定会在保持我本心的前提下增加处理职场事情的方式方法。来，刘登的我们的十位企业家做出你们的选择。其实后面大家面对还是很犹豫的，很多人想给你留一个不同的岗位。是的，我觉得你是相对很自我的一个同学，在这里面的时候你可能听不出来大家想说给你留灯的意愿。第二，比如说在职场情商课里面你那么直接的去做，其实职场很大一部分叫协同，还有一很大一部分叫同理心，就当你真正占上风的时候，决定权在你手里的时候，你要记住在职场里你不是永远都是你在上风，你有的时候你会弱势，你也会求助于别人，所以这个是在职场的一个协同和共同的一个团队的一个精神，但在你身上我确实没有感受到。台上的十二家企业不能代表社会上的所有的企业，那你的东方舞肯定会有相应的公司会特别喜欢特别欣赏你的舞蹈，所以说我也希望你线下多寻找一些更多的机会。潮汐说的对，今天你来到非你莫属，让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领略到了啊东方舞的魅力，我觉得此行不虚，也希望你能够从我们企业家的建议当中汲取到对你有用的养分。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再见，丽丽。谢谢。再见。拜拜。